那种应该是用英文吧？那其实应该我觉得中文可能还更好哦。说明他们中文也都有些都还是能够沟通的。对对对，因为 我有问过他们的教练杜老师，杜老师说中英文都可以啊，但是哦，这个球、哦、没有办法，这停球带在射门的这个动作一气呵成啊。我觉得文化他们真的有一个小小的缺点，就是说他们在这种死球回来的时候常常会有点失神哦。进球的是18号的路易斯，对，路易斯这时候进球，哇，这个这一球就差很多了，哇，这样把比分拉到两球以上，而且只剩下大概十几分的一个时间了。对，这个球怎么会文化突然啊，这个就是喝完水暂停之后好像突然就是有点失魂了。再来看一下这一球，突然后防线人就不够了，停下之后直接起脚，对，原地站着人家看了、啊、那这球路易斯停得非常的舒服啊，刚好停在自己的脚跟前，对，搞不好对方多两个人来守他也不怕，因为他停完之后就已经是过了对方两个防守球员的一个夹击了，那关门已经来不及了。